大姐，我不小心把你口红弄坏了。我是你二姐，这个是你三姐的。啊？什么？你在干嘛？三姐。傻弟弟，我是你大姐。臭弟弟，你是不是又弄红了？哎，三姐，等一下，这给你。这。我绝对不会联系他的。你不联系他算什么本事啊？有本事，你别想了呀。哇！潮汐退和，像月冷风和霜，夜雨的狂想，夜花的微香，伴我星夜里幻想，风姿不用太紧张。学姐啊，恭喜你啊！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不是一直在追你吗？你也被追得挺烦的，我决定不追了，你解脱了。所以你刚婷婷跟我说喜欢我挺久的，所以你就这样不喜欢我了？嗯，我会慢慢的不喜欢你的。你敢不喜欢我试试看？学姐，你什么意思？我没明白。这个大笨蛋！哎，学姐，等一下。干嘛？你知道什么车吗？今天没1万块钱走不了。Going down for real。徐佳佳，卷子上的家长是谁签的？我爸妈签的。实话实说啊，这个字迹一点都不像你爸妈的。当然是我哥签的了，我哥也是家长呢。你还在撒谎？明天叫你家长过来啊！我哥行吗？不行，你哥我还不知道啊，他来有屁用啊！老师，你是不是着急见我哥家长啊？行，那我就安排一下，明天来我家见我爸妈啊！我已经迫不及待的希望你当我嫂子了呢。现在健身房这个攀比风气为什么这么重？我今天就想随便压个腿，结果旁边的姐们直接给我劈了一个叉，对面的哥们骑个动感单车腿都看不清了，干什么？决战是吗？潮汐退和，像月冷风和霜，夜雨的狂想，夜花的微香，伴我星夜里幻想，风姿不用太紧张。你干什么呢？鬼鬼祟祟的。给你黄山玉，我怕娘呢。下班之后恰巧看见老婆的车，很想和她一起回家。这个月绩效不好你就别干了。行，好，我知道了。我猜应该是工作不顺利。喂，老公，我还在加班，不回来吃了。好。兄弟，要不要一起喝两杯？我只想做你的太阳，你的太阳，在你的心里呀，在你的心底呀，不管是多远的远方，不要害怕，我在身旁。你干嘛呢？我把它往下按一按。拜托，这已经最低了，好不好？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。再按，我站在山坡上，悠哉悠哉向下望，我是最大的太阳，只管把你照亮。长得丑活得久，长得帅也惹人爱，可就算我是一个大哥，多大了？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呀？黑色。干嘛？你看看你盖都盖不掉的黑头啊、痘印啊，小哥哥不嫌弃你才有鬼了。那我这几天看 S9 就是要通宵，那可怎么办？那、这给你。啥？难怪网恋对象装作不认识，赶紧用这个小迷糊去角质慕斯清理一下你的废旧角质吧，6秒揉出死皮污垢，我看你试试。你怎么还随身带这个？我早买，我用的还不错，只不过想看你出个洋相再给你用。啊、你用不用？不用回家了。这什么好脏啊！你
皮肤里的脏东西啊，脸上的废旧角质用洗面奶是洗不掉的。你这种油皮啊，建议你每周用两次，里面含有补水保湿成分，用完没有紧绷感，再不去角质，你只能当个网片喽。我才不是网片呢，看我的皮肤都水的，简直是仙女。走。啊，我刚忘了，我把衣服脱了。就你这家姐俩和野网恋，你配吗？请问哪家店最便宜？请问哪家店最便宜？我是小新，一个任性的实习生。我任性的原因是……站住！哦，又迟到了哈。哎，今天怎么搞得这么狼狈啊？老板，我来的路上遇到抢劫的了。真的假的？抢了多少？一万多。怎么这么多啊？因为劫匪只带了这么多啊。我爸妈就我一个女儿，我弟弟就我一个姐姐，只要我多吃几口的菜，他们都会摆在我面前，我凭什么不配？我高配顶配绝配天仙配，好吗？老公，你好大的胆子啊，书里面你都敢藏钱？哎，不对啊，是我哥的家，给你藏私房钱，嫂子别骂他，别骂他，来了藏私房钱，很正常的。走，师傅走。哎呦！近一点，对，传近一点，哎，对，靠！哎，我女朋友。哎呦我的妈！我女朋友。哦哇，这小提琴这嘴不错哦。哎，坐我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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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h yes。喂。小姐姐。你喝了这杯饮料是？嗯，不好意思，。这是最后一个检查项目。哦，在这里。不用这个，这是一项忠诚检查，是专门针对婚前检查的新项目。怎么个检查法？很简单，我问问题，你们回答，用灯光的闪动来判断你们是否撒谎，明白了吗？嗯。第一个问题，你们爱对方吗？爱。很好，下一题，你们是独生子女吗？是。我还有个双胞胎哥哥。下一个吧。好，那我们继续，你们只和对方发生过关系吗？是。是，我之前被别人，是我哥哥干的，所以这件事情你知道？知道。那你不介意？不介意，毕竟不开心的事情都过去了。他哥哥去年车祸去世了，这件事儿也算翻了篇。那最后一个问题，你们愿意成为合法夫妻吗？愿意。行，结束了。最后确认一下，是叫猫宁和子轩吗？是。东北哥哥和南方妹妹的日常二。哥。嗯。出去一下。干啥去啊？去买瓶水去。哎，正好呀，给我烧一个。让我烧一个，这有病啊！烧一个，虽然我们是重组家庭，这样不是一个电风扇这样影响，这样好烧不了。这有啥呀？让你给我烧一个，是不是从你家庭有啥关系吗？哎，行行，我给你钱行吗？哎，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。哎，好吧。不是你干啥呢？我让你给我烧瓶水，你在这整什么呢？烧瓶水啊？哦，哎呀，赶紧的。无时无刻